你啊，借那风月海峡，一路坎坷总要去经历。买点水上去，兄弟们，现在已经到了，好家伙，华山，哎，这谁呀？躺的，沉船祖师爷，沉船，沉船老祖，老祖吗？哎，老祖师爷，我还真不知道，我的天，你像2000多年历史，你上去沿路都看风景，多的是啊。那肯定是白天去啊，现在开始爬呀。我这边开始爬就是沿路看风景，开始爬、啊、那你就把帐篷带，帐篷不需要帐篷，上门看看去。啊，那不行啊。啊，现在开始一群人开始爬，马上来，赶紧上，开始了，兄弟们，现在已经到达五里关第一门。现在是下午的5:18嘛，我也不知道爬到哪儿了。哇，这风吹的是真的凉快啊！哎呦，还得继续爬呀，加油加油，爬，开爬，云美。现在的五星红旗，哇，华山是真的陡啊，加油啊，兄弟们，现在6点了，天都黑了，哎，现在开始继续爬了。这上面的话有点小贵的，我操，一瓶东鹏卖10分，红牛13，东鹏15，哎，出发吧，继续爬吧，不然爬不上去了，出发。啊，兄弟们，这就是百梯了，垂直90度，啊，也不到90度，看着视频里可能看着不那么陡，视频看不出来，只能现实中哇，是挺陡的，那么还一段，还是挑战这一段吧，这个比较有感觉，出发！哇，兄弟们，那个兄弟爬的是真快，哎呦，好陡，好害怕，但是两个小姐姐，爬的是挺快。我真的害怕，太陡了，得手脚并用啊！哎呦，加油！啊，上来了，还有那么高，我操！这是啥？百尺峡吗？探滑岩啊！我去，这边的话是东风，哎呀，北风就在上面了。现在爬华山的人是挺少的，哎呦，还有好远啊，在这上面吧，一个人爬山还挺有感觉的，啊，挺享受的其实，啊，爬。到这的话两条路了，一个是往这边走，一个是往上，哎，主要是连个指示牌都没有，我都不知道去哪儿，哎，来往高处走吧，那上走吧，这下啊。不认识字啊！哇，这能像埃菲尔铁塔？哇哟，你不恐高吧？不恐，还好。喊两声。哇！哇，真爽！快到了吧？这就看不见了，解锁关是吧？过了解锁关就冷了。嗯，走。哎呀，还得一个小时吧。加油！一个小时算一个小时。哎，差不多一个小时了。今天锁了门。你上去，我给你拍个照呗，用你手机，你不怕吗？也行。啊，我给你拍个照，上去。喂，兄弟们到了。好家伙！哎。
成功了，几点了现在？几点？几点？啊，这应该是吧，东方。几点？10:42，很完美啊，累不累？累。哎呀，看他在哪搭帐篷啊？这兄弟换衣服了，帐篷我给他搭好了，这兄弟不会搭，他说我会搭帐篷。来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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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，我都睡觉了。嗯，要不？那你睡吧，那你去吧。哦，我没有。挂。太快乐了，兄弟们。十。十啊！哎，不废话，爹，哥，我也知道。6:05了。哎。这首歌的时候，随着雨后的音乐，也许现在很难过，也许在梦在未来。现在很迷茫，正在酒吧里坐着，也许你在工作，或者刚刚分手了，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出这首歌。借那枫叶海峡，一路坎坷总要去经历它，我们翻过山与晚霞，去寻无人知晓的花。你啊，在黑夜别害怕，